本期讲解一个快手图文道 IP， 简单粗暴复制粘贴整套个模板，每天一小时，日营50个精准创业粉。项目操作比较简单，附带制作图文所需要的模板素材，就是制作这样的图文发布到快手加钩子，吸引精准创业粉。项目实操效果不错，这是引流的效果。课程大纲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如何养号、作品的发布和引流，以及三分冲如何制作一个高曝光的作品，就是这5节视频课，还有这个背景素材。背景素材，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快手图文造 IP， 就可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